I'll show you what I'm made of. I'm coming all out. I'll show you what I'm made of.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BY2， 我是主持人 Miko 孙涵，我是妹妹 Yumi 孙瑜，欢迎来到 BY2 陪你走过的青春第二季。很多人说我们够瘦了，为什么还要再减肥呢？我哪瘦啊，你看我的婴儿肥，但我昨天才刚，所以受不了了。这是我们去年发现的一种新的方式，它其实也不太算是减肥，24小时进食，身体更健康，对免疫力提升。娇妻想吃几片？娇妻，我给我自己胖了呀！快点、特别好吃，倒满一点，我想喝牛奶，多一点多一点。好饿，我们晚餐基本上已经好吃了。是怎么样？我做的早餐。现在特别丰盛，我也喝了个汤，我们最爱的 cheese， 好健康。Skelly， 应该熟了吧？拿出来吧。我再把那个放进去。这是我们的，又是我们第二次相遇。没吃完我烤的，你不在的时候我都吃胖了呢。我们每一年呢都来洛杉矶去进修，那很多朋友们说就是进修，你们到底进修什么？其实有时候进修是一种内心的修养，内心修养就是闭关，把所有那些负面情绪都排除在外，然后你看看天空，看看天气，你突然觉得世界很美，人生很美，有什么好操心的？然后因为这样子，我们得到灵感，写了更多歌曲。今年我们的目标，写更多的歌曲。Hello， 大家好，我是 BY2 的姐姐 Miko 孙涵。我们好像要飞往夏天的地方，睡得好吗？我等待你睡醒第一秒见到我，类似纯白，大蝴蝶却美丽的梦，你天空刚刚刚刚亮，我就该该该该晚安。Wow, New York is our favorite. 吃完是不是要健身？是的，我们刚健完身，健完身之后的第一餐特别重要，不能碰淀粉，甜品都不能碰。咖啡呢，只能喝黑咖啡。我还说会喝拿铁，拜。那一般多一点就是三文鱼 tuna， 还有就是 yellow tail。我们现在有个任务，就是是你饿了不是吗？太难了。到底要买些什么呢？想买什么呢？最近呢，我们其实吃的挺健康的，但是呢，今天有点嘴馋，想吃海南鸡饭。刚点什么呢？我刚点海南鸡，没有饭，然后点了乐沙，然后我还点了福建面。Are you serious? Are you serious? Are you serious?
来，你来点。来一个。哦，我尝尝。奶茶，真奶茶，最爱的。我不管去哪里呢，一定要找到我的奶茶，这是无糖的。上次在微博提到，请粉丝喝无糖奶茶，这是无糖的，先学会怎么自食吧。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这个时段都在自我隔离嘛，那怎么样在美食面前呢可以忍住，尤其在家里，就是把所有的零食收起来扔掉。我太难了，要买就扔，要买就收起来，收起来收在哪呢？能看不见零食就就最好。我觉得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就是你们要找到一个替代性的饮料或是食物。那像我的话，我其实一般都会用卡布奇诺来替代，但是卡布奇诺里面有奶，你们里面有什么替代性？我啊，你看到没有？我是那种仙草或者是替代性的，你有看到没有？好啊，我知道妹妹的替代性是健身，对吧？就是在明日之子的那段时间哦，四个月的时间，你要怎么让自己很专心、很专注，然后完全百分之百的状态呢？又不要被那些压力或者是那种密闭的空间啊所影响。我知道健康。你不可能每一天都进健身房吧？那明日的那个时间根本没有，但还有放纵的时候，对，还是会有那种会有奖励自己的时候吧？对，你可能会吃零食，吃零食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自己可能会买一种那个自制火锅。其实自制火锅挺胖的，可是也没有办法，那是你的不是我，那是我。所以经常妹妹都在偷吃啊，半夜偷吃啊，我觉得我有很多证据啊，是吗 ？Round one， 在偷吃宵夜。Round two。Round three. Yumi 在吃什么 ？KO. 在最后跟他说拜拜啦，要继续收看。来自陪你走过的青春，睡得好吗？我等待你睡醒第一秒见到我，类似纯白。